妈先回去了，你到家要跟我说。爸，嗯，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？ 妈先回去了，你到家要跟我说。嗯，什么时候学会打撞球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啊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好像很多哎。 赌一把，输的说出一个对方不知道的秘密，敢不敢？哎呀！哎，你可以开始想了，想一下你要跟我说什么秘密。哼。 感觉你就是秘密很多的人，爸。嗯，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？等你打进，再来问我。 对你不太公平，再比一局，输的晚上要陪妈妈吃饭。唉。